这件事儿的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双胞胎，你们要在成长的过程中做到二次分离。第一次分离是你们脱离娘胎，第二次分离就是情感和个性方面的分离。你们俩的性格真是互补，哥哥现实，弟弟浪漫。结果哥哥现实，因为现实没有时间，就用了浪漫的弟弟去弥补，这样导致了我们这可怜的女孩一会儿喜欢现实，一会儿喜欢浪漫。我想跟哥哥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不要去指责你的弟弟，你要多去理解他，哪怕他最后喜欢上了这个你的女朋友，也是在你请他来用他原来的浪漫，以他自己的身份来陪着你的女朋友，才让你的女朋友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有这样一个更可爱的男孩子在身边，这是经过你的同意的，你要承担这一部分，不能全部的怪你的弟弟，好不好？然后另外我想跟弟弟说，你为什么要指责你哥哥说你为什么不浪漫，你应该浪漫，你哥哥要浪漫那你怎么办？你头上那顶伞是谁为你撑的？是哥哥为你撑的。所以我希望你们之间真的不要互相指责。没有任何一段爱情能够完全超乎于外表而存在，就像他们俩，一个浪漫，一个物质。